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霞姐。这几天上火了，嗓子一点不舒服。听老人们常说蒲公英可以去火了，今天给我二姐出来淘一点蒲公英。来在这地里塞，看见一个叔叔在这捡地址了。有好多年没有见过用驴捡地的了。现在都不是拿机器捡地了吗？你咋用驴捡了？机器捡了吗？节省点钱。节省一点钱，你别怕人老。叔，我小小姐捡过地，我今天更好耍了，让我捡一下，你也上。还没忘，还会了，再去。好多年没有捡过地了，刚试着捡了一下，有点捡不了了。叔，哎，你忙着啊，我们这两天看晚点黄花菜给。啊，你忙。哦哦。又串了一阵，搬了这么一塞子，还有一袋子，够了。二姐，都搬了，走，咱回家。走。蒲公英挖回来了，今天就这些蒲公英，做个凉拌蒲公英杏仁吃。现在先往进捡一下。妈妈，你看我今天漂亮吧？哎呀，这么漂亮，谁给你化的妆？老师。老师给你化的，哎呀，太漂亮了。耶、yeah. 蒲公英捡的一塞子，够挑着吃了。现在我就洗一下。蒲公英上面有泥了，多洗几遍。洗净的蒲公英过一下水，蒲公英开水锅里稍微烫一下，捞到凉水盆子里拔凉。蒲公英让拔着，再准备一点配料：杏仁、胡萝卜、花生米。一会儿再炸点芝麻油，先把花生米上锅炸一下。花生米凉油下锅。炸过花生米的油里加点葱姜、洋葱，略一下。把葱姜、洋葱炸干、炸黄，捞出来。把炼香的油泼到芝麻上，芝麻香油稍微让亮一点，把蒲公英切碎挑。加入炸好的花生米、杏仁、胡萝卜，开始调味，加点蒜泥、盐、鸡精白糖，来两勺芝麻油、白醋，少来点花椒油、白酒油，好嘞，装盘。今天的凉拌蒲公英已经做好了，还调了个苦菜，炒了个蘑菇，
我儿姐还炸了个面渣渣，能开吃了。霞，哦，你多吃一点这个蒲公英，把苦菜多吃了点。哦哦，儿姐快吃。嗯。两碗蒲公英我还没吃过，我尝点。别吃。西西啊，你把蒲公英都当肉吃了，那么大一口去，一根一根，吃不来味儿吗？一大口一大口才能吃来味儿。这有肉了，蘑菇炒肉多吃点。嗯，姐，哦，儿个天暖了，咱两个一阵先开了，吃个再烫点蒲公英，给你晒成茶，你好喝。哦，那行，咱多烫点儿姐。啊、哦，多烫点。今天没事干，给我儿姐出个淘了些蒲公英，后来做了个凉拌蒲公英。蒲公英的话还可以蒸包子、包饺子。朋友们没事干的话，淘回来以后，还可以晒干，泡的当茶喝。听说蒲公英还可以去火了。我这没事给咱挖点甘草药，挖回来咱泡水喝。甘草药能咋些？泻火的嘛。泻火的哦，对。行，嗯，你挑蒲公英的时间放这么多东西，直接下馅的。我以前挑开了就光是蒲公英。二姐，花生米和杏仁鸟上本来就下馅的，完了你吃蒲公英的时候，正好鸟上花生米和杏仁了，所以就感觉可好吃了。就是直接可香。嗯。二姐，嗯，吃了咱俩再偷个来啊。啊、哦。洗洗给咱们该偷个。哦，我给大家该偷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右下角帮我点关注，顺便再帮我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朋友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